我那个不玩了，不玩网杀了，大家聊会天，然后就溜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早点溜，一会儿一点可能还要播一会儿啊，一点可能还要播一会儿。那、哦、我结个账，谁冤家这盘？一和十，谁是冤家这盘？十是吧？十号也少爷，想起来了，因为十号那个流快慢紧回流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啊，那个没事儿，那个我明天，那个网杀偶尔会播播的，然后明天晚上会那个复盘那个蜜桃，然后明天晚上看看再玩点什么别的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可以去看看，把第一期那一期蜜桃看了，然后明天晚上再复盘。嗯，明天会早点复盘的，好吧？回收站下面的高达启动器，这个吗？这个游戏是一个我特别早以前玩的网游，叫《机动战士高达 Online》，现在不玩了。等我下去，你话我猜得等蒲一星他们都播的时候。你像我刘晓松少帮主，我们这几个人，我们平时播的都很多，我们平时播的都很多，然后基本天天播。但是蒲一星跟郭文涛这两个逼，他平时他们属于那种直播一个月也就播三四十小时的，所以他们直播很难得，你知道吧？要等他们什么时候播不知道，所以就等着那个群里面什么时候蒲一星说玩了，他组织了，我们可能再玩玩。那蒲一星要是下个月播，那这月就没戏，就必没戏，好吧，就只能等了。对，他们得一块儿，就光一个人播也没用，他们得一块儿。嗯，我们玩也可以，但是最近得约一约，偶尔的那个东西也不能天天老，因为他那个词库吧，得多一点词库才行，他那个词库没有那么多就不太好，得多找找词库。网杀也玩，我像我今天不就播网杀了吗？英雄联盟手游国服得正式上线之后才能玩，要不然没人看，你知道吧？就真的没人看。英雄联盟手游一定要等国服正式上线之后才能有人看，要不然也没有什么太多人看。当然了，大家最喜欢看的《魔兽世界》，我肯定还是会播的啊。那个，因为很多人来信啊，说那个就是喜欢看我播《魔兽世界》，那我肯定会播的，好吧？肯定会播的啊，肯定会播，放心啊，这个大家放心。国服上线特别慢，哎呀，我都等半天，你看我都等的都懒着玩那个英雄联盟手游了，真的很慢，真的慢。可以啊，那个下次可以叫火树一块玩逆化我塞，我们上一次就叫他了，但是他有事儿。火树上一次说他也不是遇见什么事儿了啊，说不太方便啊。所以就没玩。对，哎，没事，看不懂也能看，这东西都好说，这真的好说。酒漏鱼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酒漏鱼？我也没懂，因为我也没太科普。你们有人知道什么叫酒漏鱼吗？怎么讲？我真不知道。多奥萨 solo 星际那都是800年前的事了。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，真的假的呀？这是谁说谁呀？谁说谁是九年义务教育漏网之鱼啊？啊？说火树，粉丝说火树是酒漏鱼。
么说话呢？我怎么就那么不乐意呢？这话能说我火树老师吗？生气，气死我了。这还能说火树老师九漏鱼？这啥意思？哎，生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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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九漏鱼。哎呦，这，然后呢？然后那火树老师这个清华博士的优越感不是瞬间爆发？那火树老师不得嘚瑟起来了？火树老师就一天到晚就差不多想写一个牌子挂在脖子上了。那我火老师不是当时就站起来了？我火老师从来没这么高过，就他妈，我操！这事儿没这么简单，这事儿不简单。这个事儿好比什么？就好比当时指尖说我狼人杀作弊一样，当时我就火了。很多人都以为是我跟指尖关系好，串通好了，故意让指尖说我的。我告诉你，说火树九漏鱼的那个人肯定是火树粉丝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分析出来了，分析出来了。那个人一定是火树的粉丝，真的。火老师真的会玩，火老师把饭圈这一块玩的真明白，真的明白。火老师就是火老师，可以。我操，太强了，太强了！没想到智商真的高。火老师这小手段使得可以，学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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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学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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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怪他能不火吗？只要有心，你就没办法不火。哎，真的是。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火老师就是火老师，火老师就是火老师，没毛病。恐怕，哈哈，只见我铁粉。嗨，这也不是不行啊。我是这31级牌子，那不是啊？你刚28级，那确实还得等一段时间。韩王没关系，等有朝一日虎牙出了无上限的时候，你哐哐给我来1000个虎牙一号，到时候你就蹭一下，你就31级。不是，这火树真的真的可以，真的可以啊！火老师挺好的，火老师真的不错。但是我说实话，我盘的这段逻辑没有确凿的证据，好吧？就是九漏鱼这一趴，我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我只是直播间开个玩笑，你们可不许瞎说去啊！可别他妈到时候又捡了什么那个。到时候，万一火树老师被人识破，不是那个万一那个火树老师这个因为这个事又不火了，那就再找上我，好吧？就我跟火老师关系还是挺好的，好吧？那个感谢豌豆包的666个超火，好吧？明天复盘一下密室，今天就没，好吧？就别那个，别乱说话啊！别乱说话啊，可别那个，可不能那个乱说啊，这事儿可弄的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，你说万一下一季还有节目要一起录，你说我这跟火树见了面，到时候没火起来，那不得又得让我请客吃饭了，你说这到时候一结账一说，哎，你看就因为你说那事儿，大家都知道了啊，这顿饭又得我结了啊，没什么必要啊，没什么必要。
也该我吃他们饭了啊！七月份有无上限，那不就下月份吗？那行了，韩网我们还没有过满级牌子呢。韩网，我的直播十年了，我一个满级牌子粉丝都没有，满级现在四十级吧，就等七月了，没吃着。有一次他们说一起吃饭，我那次没去，我还挺遗憾。我说那次是不是有人请吃饭，但那个好啊，公司，别没必要，没必要，我操！别，那不合适，不合适。没有，这，那我就太不懂事儿了。给我个职位当当吧，好不好，韩王？我到时候给我个职位，就那种挂名的。每月那个就可以在家坐班的那种，然后那个每月按时发工资的那种，好不好？就也不用公司，就给我个职位，就能那个在家在线上帮你分担点什么事儿啊，打字什么那种就行啊，给我个职位。工资不用太高，福利一定要好，好吧？逢年过节送点东西那种，逢年过节什么大米啊，什么那个。蚝油啊，那些东西都发一发，鸭蛋啊，这些东西就行，也不用要特别多工资，干个三四年能分套上海的房就行，好吧，管那个分配住房就行，工资不用太高，福利有点就可以，好不好？那单位肯定得管分配房，那不开了，我要溜了，我要去出去跟人吃个饭，啊，走了，该走了，差不多了，十一点多了，那我走了啊，观众朋友们，我夜里十一点回来吧，好吧，走了，升四十级太贵了，31级就行啊，感谢困的这个告白灯牌，谢谢困的告白灯牌，走了，大家拜拜了，拜拜，一点见啊，一点见，拜拜。